台湾嘅天黑黑嘅，人又众多。爱山嘅起飞嘅通风，政府含有用国调一调，将所谓速度人为不通，影响到生存空间。为同为保育爱山嘅强强就会撤退嘅物种，农委会林副局今年正式来实施，并为物种涵过重要气体生态丰富给付传统方案。从开南投县种了用嘅农民，就现在按用做地申请生态给付，拿来做维护生态嘅经费。翕相机啊，伊拄到风采，又树叶天空，伊就要翕。伊还讲伊闻土诶，吼，杀虎也拍有拍着讲动物，第二个伊就要翕起来，啊呢。都是你有可能经过路线红的翕相机，天气顺顺风的环境。南投县欣赏溪流生态协会巡守区，还有就一款下面就亮银标的灯，避免野生动物出伤。同时，每些投入的气味发现三鸟的主要发动位数。人家清水村吼，也翕了两年来啊，翕到的杀虎可能超过20只啦，安尼啊，啊唔地有空站哦，还是唔地，有啥啊看到几颗呢安尼？甚至其他白险到山鸟，未鼓励部分的民众加入巡守区，强下来维护生态。只要记，伊也记啦，伊就当做嘛。哎，你们也都会在审判的呀。哦，有两间档，所以杀虎全部底下来收晒的了。啊，有啥看到鬼群的都在玩。第一次看到，我以为它是猫而已啊，啊，但是叫也停不了，它就一直跑，一直跑着了，硬跑了呀。哎，因为它那发的问题，发型的问题了，哎，然后白条的问题了，哎呀，然后看起来绝对不是猫，猫是喵喵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哎呀，啊，它是不一样的声音。哦，我中午看，一看还是底个黑子一只杀虎，那面都很木顺隔壁，隔壁零杀来啊，挺古的，哦，那面个叫它杀虎是底啊，面拢是来跳上，哦。以及三鸟的发动范围主要都前三区域，土年的发动范围还差不多。农委会林木秋投入百空半年开始期盼生态给付解放，就包括去年正式实施，含空态度包含三鸟、鸟头雕、水产、同中国雕的四种动物。那很多的都哺乳的动物，所以得到一天经验的回馈金，来鼓励民众感受因为的环境破坏。刚刚新闻是荣誉的影像品李文辉南投报道。